嗨，大家，今天是年初一，2021年的年初一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心想事成，赚钱赚多多。然后我跟你们讲，我还没有包红包，因为我前几天的是太忙了，就是没日没夜的一直在工作，然后一直到昨天晚上的7点。好的，各位，我现在吃完早餐，我要来包红包了。其实我跟你们讲，我根本就没有去按钱，然后因为就是新年前我都是太忙，忙到就是什么东西也不得空做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来 check 看我往年的红包钱到底够不够让我包红包。Oh my god！ 因为其实我平时就是往年的红包钱，就是我都没有拿去进银行，我都是，哎呀，这样子不是给你们知道我的红包钱放哪里啊？这个给爸爸，这个给妈咪，这个给婆婆，这个给弟弟。看看我自己还剩多少钱 ？Oh my god！ 红包钱，今天又没有人收红包，然后我的红包钱全部拿出去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Oh my god！ 我的红包钱剩很少了。你看，我又是用回跟去年一模一样的红包封，因为我已经没有新的红包封了。哦，然后跟你们讲个好消息，明天呢，婆婆会来我家过夜。然后很感动，婆婆还记得我想要吃她做的汤圆，她就叫我妈咪去巴萨买汤圆，然后我们明天一起走。然后就，哦 ，so sweet， 婆婆来了，大家，我要派红包了，拿那个妈咪给，谢谢，搞咩？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仲有，青春美丽，我爱我中听嘅说话。早日找到男朋友。我帅嘅，早日找到帅的男朋友。那咔咔咔。早日找到帅的男朋友。OK， 过关。那爸爸，呢个你嘅，恭喜发财。事事顺利，万事如意。赚多啲钱。赚多包钱。OK，Yes，、okay, Good， 过关。阿弟到你。你话边度都有啊？系啊，讲。恭喜发财。唔系我，我中意听嘅，你知道我中意听咩噶啦？发财龟子。唔系啊，唔可以俾你咗。大家，我的家人正在看着我昨天剪到半死的影片，就是这个《Mustang Tank Channel》的影片，大家记得多多去看哦，不要浪费我们的心思好吗？这个是我连夜剪到很辛苦的片。嗨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换好了新年衣服。红色衣服，虽然这个是去年的新年衣，我今天完全没有买新年衣，但是呀，还是要有一点点仪式感的。你看，我也逼我妈咪去换了新年衣，我逼我爸爸去换了新年衣。然后我们现在噔噔，我们现在在准备着楼上。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 ，Love you。做咗我的男朋友。哎呀，你俾我嘅时候，你屎忽顶住我 camera， 你再俾多一次，你俾多一次，你俾多一次。好衰啊！1、2、3，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。Hello 啊！嗨，大家 ，Islami time， 噔噔。我哋冇攞到白色出嚟，哦哦，有白色嘅，呢个空嘅，我哋两个都忘记咗点玩，哎呀，排个，都想多攞出嚟，吓，咁点样玩？细姨，嗨，细姨，恭喜发财。我拍緊 vlog 誒，你 say hi。Hello。第二，我一個要問你，我忘記咗點樣玩啊咪？點解我多咗四粒出嚟嘅？呢個係點樣掉嘅？我忘記咗。哦，由響邊度啊？響右邊計起啊，你左邊。OK 啦，我等人有問題我就 call 你啊。好啦，拜拜。收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0、11。嗯？所以我係咩手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0。九手。
咯，但係我阿爸從邊度開始攞咧？佢可以記喎。係咯。哦，點樣計啊？先睇先記啊！Oh my god， 各位，我们已经玩了好像三个小时。第一个电话打俾阿燕啦。应该系三点啩，两点几三点开始，而家六点半咗，然后我们已经收工啦。哇，跟你们讲，我输了20多块，应该不止，应该要30块哦。边个赢最多啊？阿弟啊？我系 OK， 我要回去修补我的元气啊，我要回房间。嘿，各位，是不是被我这个装扮吓到了嘞？没有错。我现在穿着，上次我去越南买回来的这个袄带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哦，除了在越南穿它，我还可以在家里穿它。因为呢，现在我要来拍 TikTok， 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是变装的 TikTok， 然后我很想要拍这个新年的 version， 我不懂这个袄带算不算新年啊？但是有一点点的新年气氛，我觉得，你们觉得我像新年吗？这个是拉扎餐越南人。嗨，大家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那么呢，我的婆婆已经到我家了，耶！然后我要拿了红包给婆婆，很开心。婆婆，新年快乐！我要俾你嘅红包。Thank you， 老师你。哇哦，仲有得拣啊！哎，拣袋嘅心一样嘅。我依、這个依、這个比较得意，乜用嘅？恭喜发财，你嘅爸爸。阿天，你咁样得意嘅。大嫂啊，而家唔得意咩？唔得意。搞到你个。吓，原来我弟弟咁得意嘅咧。因为我弟弟只得只可爱。啦，真系斗嘢真系好中玩。啊，顾冠廷，哎呦，好得意啊，顾冠廷。表弟。Hello， 顾冠廷。影俾你睇。系咯，做咩以前咁得意，而家唔得意嘅？做咩睇下眼而家大我？我好惊我，你只音变声咗，佢就唔得意咗。变声咗咩？而家唔得。仲未，好惊啊！叫佢唔好长大得唔得？好嚟，我睇下。好笑嘅阿啲尴尬就笑，因为姐姐嬲咗。嚟，我同你哋讲一个故事。为什么我弟弟笑到那么尴尬？来给你们看。来啊来啊，解题解题，是因为当时那时候我5岁。然后也不懂那时候这么有人弄到我很不爽，我就不要拍照了。然后我们想来英雄英雄啊，直接抬过来。然后我就死都不要拍，你看我的脸，我脸是不要看的。然后我们就讲阿弟会同姐姐英雄，会同姐姐英雄。跟住阿弟就好尴尬咁样红掉嗰边微笑。哎，会同我嘅 vlog say hi。你做哎，古冠廷，你 room tour 一下你嘅房。哇老喂，古冠廷你的衫真系好靓呢！好的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又来开台了，开台，我们又来玩拉咪，婆婆最喜欢的，婆婆中意冇？我来睇下今日可唔可以赢婆婆嘅钱呢？耶！大家，大家，大家。给你们看我赢的一个，嘿嘿，刚刚出彩，出彩，跟住呢个系六789，哇，咁耶，开心，耶，耶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耶，大家大家，给你们看我赢的一个，哒哒，你们看我有这个，而且我出到完了。我开心啊！嚟收钱，今晚俾你四扣，耶！有仲有咧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我的天，耶！果然穿黄色是有用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属牛的你们。请你们不要今年少穿红衣，因为我有上网看到，就是属牛的人今年跟红色相冲，所以我今天穿黄色，黄色是有用的 ，yes。来，我们继续，各位，我又要赢了，给你们看，噔噔，我睇到咗，耶！
反正我都要赢了，不用紧张，给你们看呢。懂吗？耶，出赛！哇，我这次真的多谢你啊，惊我头先都唔使搞啦，唔得啦，我冇啦。来啦，大家俾我签咯。再交我的婆婆俾我。我想个婆婆，我封好大封红包俾你。你人赢紧你啊！好开心啊！晚餐时间有我最喜欢的爆速汤，然后还有菜、鱼，还有秀肉，百年难得一见呢。我家有秀肉，哦，秀肉哦，秀肉，好吗？秀肉好美。宝宝在看我上镜的 video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年初三，今天宝宝要教我怎样做他的这个叫什么啊？汤圆，这个是还在切着糖，这糖是我最喜欢的汤圆里面的那个馅料。变你睇下我有几贤妻良母，同埋我婆婆有几贤妻良母。啊！呢个我识，呢个我识，我识我识，我揿嘅啫。哒哒，这个呢就是斑斓叶加姜，就变成叫咩啊？还有糖，这个就是汤圆的汤啦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要来拆粉，就是做那个面粉。哎呦，有谁爱用的吗？我觉得你阿哥阿哥咁就知噶啦。嗯。咁我做嘅时候，我咪咩都唔知。你咪睇你幾多人食咯，你多人食咧，咪愛整多啲咯。我冇噶，我阿家嚟做。哦，我婆婆現在倒顏色。我阿姨啊，你學你字嘛，而家你叫阿你字嘢開，唔可以限低多多水喎。做咩嘅？淋一滴，淋一滴開，睇唔到喎。哦。差唔多又再加粉咯，所以你加粉。越多咯。你咁樣就咩就冇口感咯，嗰啲淋淋。咁我猜下睇得唔得？得，係咯。幫我猜到點樣？猜到要滑啦，都未滑。咁咪好解個？滑啊！咁出嚟嘅，做咩我頂唔到嘅？你就講咁點乜得？你哋講錯嚟嘅，而家來大家，我給你們看一下我做了什麼。我做了一個陀螺，這個媽咪講是 UFO， OK 啦，就給他做 UFO 吧。然後我做一個 heart shape， 但是看起來好像一個狐狸一樣，還有一個 UFO 裡面住的人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很丑，好丑样啊，好似哆啦 A 梦咁诶。咁又系，哇，好样衰啊！你系几样衰啊？耶！我们现在做好了汤圆，现在要放进去。吓，我隔开放噶，唔得一齐嘅咩？唔得。做咩嘅？嗯？做咩嘅？淋白白啦，汤煲好开，要落开咁样挤落去就得噶啦。哦，吓、啊、呢、這个落好咗，我仲可以捞翻上嚟噶。嗯，捞咗上嚟跟住，我一个冷河挤落去啦，挤落汤水又得食到。哦，廿次咗，头先唔记得挤粉。你唔使捞起嚟咩？跟住捞起嚟再。咁样咁冇。蒸嘅都拆咗，成罐停，我真系想即刻飞翻去食啊！可怜啊，古冠廷，古冠廷 ，we miss you， 好怕你咁样，咁啊 ，for you， 古冠廷，哇，好靓嘅呢个颜色，一个风水嘅，好食嘅，
哦，原來是咁啊！我幫我嗰班你嘅水邊度嚟嘅？嗯，井水嚟噶。嗯。嚇，真係噶？嗯。我去撈噶。去打水咯，打水上嚟。我阿公阿婆佢哋整一個舊版嗰啲缸啊，啊整一個缸，整一個倒嗰啲沙啊，嗰啲石啊嗰啲嘢。嚇，咁咪每朝早都係去整咯。嗯，隔嗰啲水咯。你哋有幾時開始有水喉水？冇啊！我哋嗰度住咁耐都係用嗰啲水啊。你講佢得啊？怡寶啊，講怡寶咧。咁嗰班你哋煮飯咪好麻煩咯，又愛打水，又愛打扁開。做咁你哋呢啲炭係點樣用？自己整噶？嚇？有打火機有冇？冇打火機柴啦。哦。哇！可以食咗呢咁快嘅，我仲諗住我仲再等好耐。人多好做事嘛。来，我要来吃这个汤圆了。我要拿我做的这个茄哩乖出来。我拿都不拿出来啊！啊，我的陀螺在这边。叮叮。啊，来温度的。耶。哇，好靓耶！哇，我这个Doraemon已经没有脸，没有那个胡须了。哎，反正你们也看不到，算了，好吃的。嗯，好棒。给你们听一下 ASMR。那 ASMR 的重点呢，就在那个糖，那糖还有脆脆的时候，来，我吃给你看啊。我吃这个陀螺。耶，我们又来捞山了。我想买小碗了。天哪，各位，这人生好爽哦 ！Oh my god！我们现在已经是6:30了，我们刚从3点捞上4点赌博到现在，然后我想睡觉，我只是觉得赌完又睡觉了，生活真是太美好了 ，Oh my god！ 啊，好爽哦，怎么办？我不想要脱离这种生活，虽然我还有一个星期的假期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，因为又可以吃婆婆的汤圆，又可以跟婆婆一起度过，又可以跟家人一起度过。所以我希望就是明年大家都可以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年，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我自己在外面过年的话，我应该会很寂寞，很想死，然后很孤单。希望我的这个 vlog 可以带到一点点的欢乐给你们，加油加油大家。嗨大家，今天是年初三，然后我婆婆今天就要走了，很伤心。现在已经是7:11，早晨。早晨，十二点哦。哇，婆婆煮菜嘅味，哇，我闻到咗，好香啊！爆呢个香味香，好香嘅。可能你唔使煮咧，出去食咧。咦，唔中意食出边，我比较中意食靓煮嘢。等等，这是我婆婆煮的，叫咩啊？米粉。嗯，个香味好好食，好味。我的婆婆要走了，要回舅舅家了，拜拜，拜婆婆，下次再来玩。OK。你有没有攞好我红包？好咗啦，等我走咗真系咁快啦。